道，桃园市的一名国中生在112年全国学生美术比赛当中获得了动漫特优奖，可是内容被认为是在讽刺行人的帝王条款。尽管创作理念提到是希望拥路人彼此互相尊重，而行人过斑马线可以快速通过，可是引发了网友还有行人路权团体不满。帝王牵着一只乌龟，闭上眼睛，慢悠悠地走在斑马线上，汽车、机车还有公车都得停下来礼让行人。这作品获得全国学生美术比赛的特优奖，却引发网络论战。大车就算了啦，我们机车礼让小拖车，我真的是没有听过。会不会下一句是？行人要礼让各类车辆啊！曾在2022年获得走中奖最佳影响力奖的网红 Chip 在乎用路权利，发文怒批作品得奖实在很可悲，评审跟校方实在有够差劲。行人在台湾已经够弱势了，还要被嘲讽，质疑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气愤发言也有不少网友站下，但下方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到小朋友，更有人说这次的发言有点太超过了。是不要放大解释了，对，大家都平常心。我觉得蛮好啊，这是。有这种思想，然后才会有引起共鸣嘛。民众普遍正面看待，但校方删文还亲上火线道歉，官方公布栏也只剩下空荡荡的彩带。作品提到由行人一体的帝王条款作为创意发想，强调彼此都得互相尊重。没想到校方的脸书留言被灌爆，网友讽刺哪个国家的帝王会一天到晚被撞，还有人直呼别闹了，这是基本路权。更有人不忍心，认为这个社会都容不下一个小孩的天马行空。正确的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，我相信我们会迟早孩子了解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孩子只是纯粹想要表达互相尊重的意思。创作是自由，为学生作品发声。台湾行人地狱恶名，正反建议论战，如今学生艺术作品再先讨论，甚至引爆网路战。校方只希望保护小孩，切勿让他爱创作的心蒙上阴影。华视新闻吴全员、姚昌成、尤玉华，桃园报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